球迷朋友们晚上好，欢迎您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今晚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。今天为大家解说比赛的还是苏东和我王涛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荷兰女足，这两支球队肯定都是充满自信的，毕竟哈米德马德拉这脚射门啊，力量是够了，这个门框是深有体会啊，是不是发力影响了他射门角度的选择呀？啊，绝佳的机会啊，依然还有机会，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啊。张睿过不了他这关啊，虽然开场没多久，但门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，这个球没能帮他们实现零的突破。球解围出了危险区，角球开了出来，这个球还是很危险，解围不到位啊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能取得领先吗？刚刚这么好的机会啊，就这样被浪费掉了。如果把握住了，他们现在应该是领先的一方，可惜啊，足球没有如果。嗯，这是米德玛，球权没能延续下来，交给了对手。这球能进吗？直接打门，球进了。比赛这才开始没多久啊，他们就率先取得了进球。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，在对方重重防守之下，他依然能够找到破门得分的机会。这个球就能看得出来，他在这种情况下有多么的冷静，多么的自信啊！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啊，这次是要走内线。这是米德玛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，成功摆脱了防守，直接传身后找队友，球又进了。他们以训练不进2-0之势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，转眼领先两个球了。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较量中，他取得了胜利。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，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，真是好球啊！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维维安·米德玛，米德玛拿球。多米尼克·布拉德沃斯在后场把球给断了，唐佳丽一个挑传绕过了防线，哎，踢大了，这球肯定是被门将没收嘛。王珊珊带球奔向球门，张睿选择打门，射门被挡住了，反击的机会来了，他们会怎么选择呢？利内特·贝伦斯泰因
这个滑铲断球非常漂亮。王珊珊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在自家禁区完成了抢断。林内特贝伦斯泰因，米德马逼近对方球门，关键的禁区内铲球防守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传中找后门柱的队友，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出来，直接打门，打了一脚凌空，差了一点点啊！脚下感觉射门技术都还可以，可惜没进，可惜。达马利斯埃古罗拉，让对手也丢球了。跑得太着急了，越位。传球出现了失误，对方获得球权。王珊珊，这球该有了吧？防守队员把球铲出界了，接外球。里克马滕斯，这走神了吧，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。这球能进吗？又来一个，三球领先，精彩。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，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，直接穿越了对方防线。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，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，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。上半场就大比分领先了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王双的机会来了，球进了，你敢相信吗？这四个球领先的绝对优势。这一次他们的传中战术起到了效果，找到了中路的队友，最后用一记头球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。目前的比分是4-0。裁判判罚进攻有利，比赛继续，比赛还在继续，补时2分钟。唐佳丽在后场把球铲断，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比分差距很大啊。裁判一声哨响，下半场比赛继续，这次轮到了荷兰女足在中圈开球。单枪匹马直奔球门，看他的个人能力了，球又进了，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。这个单刀进球太精彩了，整条防线就被他一个人冲得七零八落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分差拉大到了5个球，目前比分5-0。
里克马滕斯打门了，不错的防守在禁区边缘挡住了打门。王霜真是摆脱的干脆利落，横传到禁区内，这里有队友接应，运气也是真的好啊，折射之后没有飞向球门，主裁指向了十二码点，点球，裁判很果断地判罚了点球，还追加了一张黄牌。这个点球居然被门将扑出来了，直接把球罚到了禁区里，在前场抢到球了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机会非常不错，拦住了这脚射门，结果啊没能形成机会，球权被对手拿到，这球连立柱都没碰到，打得太歪了。传给了王珊珊，在己方后场滑铲抢断啊，反击机会来了，范德东克，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，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，结果球没拿稳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再次把球交给了王双，应该能打进吧，漂亮，成功解围。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，维维安米德玛，这是米德玛一次绝佳机会，又被门将扑出去了，球没进，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扑救，厉害。王珊珊反击的机会来了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这个球啊看起来有机会，漂亮，他成功带帽，而且可以拿到一个比赛用球啊。他今天可以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，上演了帽子戏法，对他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啊。帽子戏法可不是每天都能上演的。是啊，比分已经变成了6-0，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分钟。里克马滕斯，米德玛接到了球，米德玛的机会，守门员碰到了球，危机还没解除，这回很轻松就拿到球了。但是刚才那次可一点都不轻松啊。没错，姚伟直塞过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又是一个进球，对方的防线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。什么叫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脚法，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，实在是太到位了。最后是打门这一下，4两拨千斤的推射真是漂亮，双方悬殊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。边路空间很大，这个横传掉向了后点的队友，球丢了，到了对手脚下。维尔姆斯，裁判的手势很明显，有力劲，这个动作会给黄牌吗？让我们看看裁判怎么说。裁判出示黄牌，示意球员犯规。我倒觉得防守队员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。嗯，球权又拿回来了，交给了范德东克，以一己之力冲向禁区，一次完美的个人表演，完完全全展现出了足球的魅力，太漂亮了。无论多少次看见这个动作，大家都一样，
会由衷地发出赞叹。马赛回旋，一个充满了传奇故事的动作，这一次他用这个动作帮助自己完成了进球。丹尼尔·范德东克单枪匹马直奔球门，格鲁嫩起球到禁区，被门将扑出去了，但危险还没有解除。好的，守门员拿到球了，可以缓口气了。刚才那一下感觉老费劲了，可不是吗？在己方后场滑铲抢断，开始反击，机会来了，球传给了格鲁嫩，防守队员回位不够及时啊。这个球对方的防守队员卡位意识很好，先将皮球截住，但他们没有放弃，就地向对手施压。他带球朝内切，寻找其他机会，球被横梁弹了回来，危机解除了。这谁能想到啊，他直接把球带出去了。是时候做出调整了，张睿可以打门了，门将这次是小露了一手啊。角球开了出来，被防守方抢到点，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这不能不进吧，进球很漂亮。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，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，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。裁判表示补时两分钟，断下来了，好样的。全场比赛结束。